咁啊，有網友就話啦，贊成啊，郭先生你完善呢個立法會嘅制度嘅提議啦。咁由邊度入手呢？應該我有差權力去完善啊，取撚消咗佢就啱。但你取消唔到咧，咁啊，最好我都話啦，冇糧出，同埋仲係要整一個制度咧。你逢係立法會咧去做區議員、去立法會議員參選之前咧，要考個筆試嘅。梗係要啦，你乜叉都唔識，屌乜就亂撚五噏，都冇常識，係咪要考個基本試啊？係咪啊？唔係咁撚亂龍噶嘛？都要有個清家品係嘛？姓乜名乜住喺邊啊？得，屌你爭幾多錢係咪周身債？你唔關仔做區議員，周圍劇水貪污，你都有個制度噶嘛？考筆試最好噶啦。你先考筆試先，你先有資格去參選。咁香港人唔會反對噶。咁你希望選個人出嚟似正正啊，識做嘢啊，係咪啊？為社會服務啊嘛。冇糧出最好嘅，真係最好係冇糧出，就天下太平噶啦。你夠膽去貪污？啊，冇糧出，但總理籌款。咁你有40,000個人投你票，一年一個人捐100蚊俾你，400萬一年啦，好撚過出糧啦，係咪啊？咁如果你真係個議員幫我服務嘅，我肯俾100蚊你嘅喎，係嘛？人工多咗添。人工多咗，你聽我講，冇糧出，咁嗰啲有料嘅咪行出嚟咯。第二個問題。